每天吃地瓜，封闭解888。最近关于小赵冻脸的传闻很多，说他参与飞天时样貌跟拍和幸福那会儿脸不一样，这两个时间段相差也太大了。拍和幸福那会儿是刚生完孩子，在哺乳期人有点憔悴很正常，哺乳期艺人也会尽量减少医美次数，但他脸是原装脸，就是没有动过刀子，微调也很少。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圆脸，现在瘦了以后胶原蛋白流失，但因为脸小头小还是撑得住整张脸的，只能说当艺人的天赋还是在的，其他的就是正常女艺人的护肤流程，靠氪金，但注射类的项目不会做，她曝光度很高，这几年一直在拍戏，怕脸僵，只做美容护肤之类的项目，其他的就是生力士养生了。大家看她八月份就穿上厚外套也能看得出来了，很少运动，但很喜欢养生，什么不吃凉的不吃辣的，尽量不吹空调，早睡早起，大致就这些吧。封闭姐说这话，估计很多人不相信，不信就再等等。冻脸是有时效性的，10年以后肯定脸崩。就像 AB 一样，封闭姐也是说她没大动过，她这么多年别的不说，脸起码没崩。